好美，平溪五万人放天灯，哇哦，好美哦！新北市平溪国际天灯节昨天首场活动，活力金童希望升空，在金童国小节目傍晚六点多开始，民众大喊倒数，天灯缓缓升空，480盏天灯分八波施放，夜空点点浪漫又美丽，还有情侣当场拥吻见证爱情。昨天虽然小雨闹场，但还是有五万多人涌进山城。免费天灯与木质祈福玉手，不到20分钟索取一空。而今年这个12尺具有平息意象的动漫大天灯来头不小，可是由漫画魔法师哈雷叔叔花了一周完成。他一张张画了以后，我主要是要把它这样子往五把它结合了。市政府今年还特别邀请 cosplay 团体同欢释放天灯，许愿哦，就希望就是剧团可以就是顺顺利利这样子事业大。喜欢玩 cosplay 的朋友也都可以很开心的玩 cosplay， 然后大家都平安快乐。徐家四口从高雄还带着狗狗一道同欢。这次天灯上面写的是什么？紫色的天灯，以及在我们现场赚大钱，这是我们贵宾对对对，最爱一个，然后帮我们。热爱摄影的职业军人何先生排了半小时领到免费天灯，非常开心。就希望个人这个身体健康啊，那这个家庭幸福美满，那小孩功课都进步。明天在平溪国中，下周六及元宵节在十分天灯广场还有天灯祈福晚会，市府将进行交管，上午10点到深夜12点禁止汽机车进出，民众最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前往。东新闻新北报道。